我们现在这个是在晒豆田。以前小时候，我爸爸种可可，我们都是只会到这个晒可可。那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都不会做巧克力。孩子哈，让你走这么远。哎，差不多，人家过来摘，天数来摘可可的话，天数长哦，那么去摆一下东西。两只手，两只手。 因为我儿子还在念高中，那我们现在创业初期嘛，是比较不稳定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分隔两地，然后并且就是陪伴我婆婆。哎，你咋过来都提婆抽过来？哎，你走了，啊，走了路，存的石头路一样啦。汤姆森，汤姆森，汤姆森，你瞧我。哎，对啊，有没有带女朋友回来吃饭？没有，谁跟你讲的？